不能，咱家要有面子。我说那怎么办？他说我们要送花，送几个花篮过去。所以说对于我来说啊，我觉得大家不仅仅把我当成一个主播，还当成自己的这个妹妹啊，或者当成自己的亲人来看待。就在这里呢，我特别特别特别感谢咱们家所有的粉丝。那个欲渡千华，你说要是不把你踢了，你说我脾气好啊？小白牙真比大金牙好啊！大金牙怎么了？我是烤瓷的，嗯。气可鼓不可泄，你的不舍得粉丝消费，等于打了退堂鼓。嗯，我明白，我明白大哥你的意思。所以呢，我不打退堂鼓。我不会打退堂鼓的，但是我还是心疼，我这个人多少还是有点娘们儿，不是一个狠人，多少我还是，你看打榜一百，我居然喊的是眼镜。晚安刘生哥，谢谢刘生哥，咱们公屏上感谢一波刘生哥好不好，谢谢大哥，谢谢大哥，这么晚了还能路过的时候看小白牙一眼啊，谢谢谢谢大哥。欢迎蔚蓝哥。小小的人儿啊，风筝在一起呀，天天就爱。你是爷们儿，欢迎大哥。什么什么，然后。你是哪里人？谢谢。刚才还有什么飘屏吗？我没看清。天然的最好，对，我没有整过容，这是真的。然后还有我们家现在宝真的是超级好，所有跟着我们一起成长的这些宝，从来不去攻击别人。真的，我觉得我也怎么说呢？开心啊，逍遥的魂儿啊，加不扔。我们穷开心，我是谁家那小谁，身强赛过火力魁，毛俊。哭一个，不能哭，一哭封号。我们不能哭，喜欢你性格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大家都喜欢我性格。谢谢我们余生哥，我们粉丝氛围当然不错了，是不是？也不看看是谁的粉丝啊？谢谢小左，大号呢？大号下播了，晚上就用小号跟那个咱们所有的粉丝们聊聊天。嗯，今晚不斗地主了吗？你的善良感染了粉丝。其实我觉得啊，大家都善良。我抢，随便聊天就这么多人。对啊，因为我直播间抖抖的被你打自闭了。那是我打他自闭吗？他欠欠的他。咱们不出征了行不行？今天咱们聊聊天儿，好好的聊聊天儿，然后呢咱们早点休息啊，是不是？行不行？行吗？喜欢你聊天，我知道，我知道咱们家好多大哥大姐其实更喜欢我唠嗑，对吧？出征，天天想着出征，天想出征，你们咋没想着把小牙都累死累蒙圈了？王炸，哎呦，又开始打上扑克了，而且，你太辛苦了。其实雅雅不辛苦啊，一点都不辛苦，嗯，一切都是值得的。我们今天因为最近这几天要出门嘛，出门前呢要把段子都拍出来，歌呢就是音都录出来，就是所以说会有一点忙啊，就是多少稍微有一点点累。还有个爆单的，跟孙俪长得好像，嗯。然后我们家我也收到了咱们家好多哥姐发消息，说让我早点休息，不要熬夜。我知道，我知道，今天出征放松放松。你们忘了我疯了一天啊 PK？ 嗯，好的，蔚蓝哥。啥时候还卖苹果？苹果过季了呀，苹果过季了呀。现在都是时令水果，大家现在看什么时令水果可以去卖的？苹果过季了，谢谢蔚蓝哥。哦，因为最近，烟台的这个领导啊，相关部门啊，然后来跟我们聊啊，来找我们，
我们开发区的宣传部，然后烟台市的市委，释放了吧，都来找我们，就是因为牙牙呢，就是虽然就是很一般啊，对我觉得我自己是很一般，但是他们希望牙牙能通过我们的这个传播能力，把烟台的这些特产和特色，然后带给全国，因为烟台有很多好东西，然后就跟我们聊了很多，说可不可以哈，以后呢帮我们宣传宣传烟台的这些好东西，我觉得可以做，因为我呢觉得我可能没有太大的能力，但是呢我愿意说为自己生活的这个地方出一把力，我在烟台开发区愿意为这出把力，所以说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事儿，把我们这个好东西啊跟大家这个一起来分享。生蚝好吃，能力越大责任越大，我觉得这是正常的，也是应该的，对不对？朵朵想吃金枪鱼，让吃粑粑。谢谢我们家米大大家宝宝祝福。俺俩是正宗的老乡，那你这个名起的显得蛋疼。是不是道伯？不是的。我希望尽我自己一份力吧，然后来助力一下。口味相同，牙牙说话真逗。呀，总给你讲搞笑事情，好呀，谢海宝。明天川川要穿裙子，好事儿啊！大家可以去川川直播间看他穿裙子啊。明天，说话幽默，你是烟台最好的一个产品。我贵贱不卖啊！欢迎王亲，贵贱不卖。我呢不是，我其实烟台有太多有才华的人了。我呢可能比较稍微幸运一点。然后呢，因为我在之前做户外嘛，可能认识我的烟台的人比较多。有对我很好的粉丝，当然也有恶语相向的粉丝，但我觉得还好，我挺幸福的。挺幸福的，烟台一枝花，你是第一位，不是，大哥，牙牙不是，牙牙是在你们心里面是第一位，但其实不是的，在我心里，我一直都是最末尾的一个。晚上好，比较穿，对，我喜欢穿牛仔裤，很少穿裙子，也穿，但比较少，我一穿裙子，大家说我不配。四人 PK 的时候我唱的是离别两依依。人品很好。我跟你们讲，兄弟们，大家都说小白要有格局，格局是咋来的呀？格局是你们宠出来的。以前我也没有什么格局， PK 输了自己也鸡头白脸的，然后也会因为大哥给别人刷礼物，大哥走了自己心里难过啊，觉得这个大哥那个被别的主播吸走了呀啥的，或者是用其他手段，自己会很郁闷，然后也会因为跟粉丝的不开心，黑粉不开心而破口大骂。长风破浪一路高歌，谢谢大哥，就是会绝对会这样的。后来呢，慢慢我的改变呢，是因为粉丝们对我的支持，然后对我的好而慢慢改变了。就原来我也是一个，因为我自己很骄傲嘛，我自己有自己的事业，自己的工作，然后也算是，虽然不说这赚多少，赚多少元子，但是呢也是我们自己行业里面的一个佼佼者，所以我那心气儿很高，就接受不了别人的批评。后来就慢慢的时间长了，通过我们的大哥大姐们和粉丝的这对我的感化，对我的教育啊，对我的这些
很多东西啊对我的影响，然后我自己呢也慢慢的就是从里到外的改变，这也是这三年来我做主播对于自己的这个沉淀和改变，我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所有的这些粉丝大哥大姐们，真的这是实话，特别特别的感谢。啥叫格局？格局是慢慢攒出来的。婚姻很大，就是我们这热水器没事自己就响。有回音。不是，这热水器没事自己就响是什么原因呢？这个燃气热水器呀、啊。我让他烦死了。你去大舞台穿什么？到时候看吧，到时候看吧。我无论去哪里，小白牙都是小白牙，为你鼓掌，谢谢大哥。就是我无论去哪里，我都是我，我的永远的穿衣打扮都是以自己的这个形象为主。我永远都是一个短头发，然后穿个 T 恤，穿个牛仔裤。那么我可能还是这样，我不会去，因为我在厨房播。因为牙牙没有那么好的身材，也没有那么漂亮的脸蛋儿，你让我去东施效颦啊，去穿那些小吊带儿啊，那牙牙没有那么好看的那个身材，我去了之后这样穿的话，岂不是让大家笑掉大牙吗？它不适合我，对吧？它不适合我，我呢就适合穿一个T 恤呀、啊，穿个牛仔裤啊，阳光干净啊，我觉得就可以了，不做不适合我的事情，好吧？因为本身我就是嘉宾啊，那个，所以就是只要适合自己就行了。毕竟我们家粉丝喜欢我的呢，就是因为我是一个邻家女孩的形象，而且我生活中也是这个样子的，这样就够了。这个其他。比较显现身材的这些就让身材好的小姐姐们去穿就好了，我就不要去这个中间瞎插一杠了。是吧？这样挺好的，认清自己是不是？没有那个金刚钻就别揽那个瓷器活儿。去哪个舞台？我去山西。你瘦了啥都可以穿，我现在其实也可以穿，穿小吊带也能穿啊，但是我不喜欢，我妈说了怕我拉稀。乖，咱不穿，你还比较有自知之明，你别说话了。我妈说穿小吊带露肚脐容易拉稀，被穿了。肠胃不好。笑啥呀、啊、你真听话，那我必须听话，不听话挨揍啊。牙总今天大号怎么没开？你这一宿忙啥了？我从9点播到12点，你干什么去了？大号没开呀、啊？哎呀！找一个倒霉蛋玩玩，不想玩了，咱们唠唠嗑，我下播了，行不行，宝宝们？咋的？刷礼物还没刷够吗？那刷礼物还没刷够吗？就玩一局，不是？那你们说玩的，你们上票啊？我就特别佩服你们这天天刷票天天有的人，兜里时时刻刻都有票，不管他一票两票还是一千票一万票，他就是有。你看这天天，你这天天下播都没给你们清完包啊，好像真的是吧。我对你们太仁慈了，一会儿我把你们兜都给掏干净。
愁死了，我还有几十票，嗯啊。一会儿给你们唱歌啊，下播前给你们俩唱。可以啊，你好哥们儿。你好，谁是你哥们儿、哎、你好姐们儿。姐我姓哥们儿，你跟我那哥们头型一样，二十八 D， 你俩同款头型，都大长头，我姓你好，不好意思啊美女。不好意思，事儿以后少干。能打榜一百吗？打什么榜一百啊？嗯，我一般起步都打榜二百，榜一百有什么意思？咱那就榜二百。行，打二百，咱是什么惩罚？打榜二百呢？你定。不是你播间几个四十级的？你跟我俩打榜二百呢？我三十级以下都能揍你，你信不信？你要是敢跟我俩这么说，咱俩就玩了这事。咱俩玩，咱俩玩二十五级以下，超过二十五级不想上，你敢玩吗？二十五、三十级以下不行吗？二十五级咱玩的最真实，你敢玩吗？你太嚣张了！来来来。来来，惩罚是什么？你定了，打不过是我个人自身毛病，你定惩罚。来，先把惩罚。那咱就那啥吧，打完定。打完定没有好，没有什么意思，发太狠了。你再不做，我怕我整太狠，你再不做，只要不说话我都做。宝宝，现在先把惩罚定好，能不玩？啊，他那边没有超过二十五级的。啊。不是你说什么话？你瞧不起谁呀、啊？这样。那啥，不用那么叫嚣、哎、你那么叫嚣，你说我也不怕你，你叫什么嚣？我就喜欢你输了的话这样。哎妈，还瞧不起这我怎么了？你丢，瞧不起你不正常吗？啊、你丢。嗯，那个啥，你有没有这个粉底？我上哪有粉底？我大小伙堂堂七十男。兄弟们，你们太狠了吧！五百个深蹲，一百个俯卧撑，这太多了，累死了。你敢打？你打什么狠？不是你播这，你灯牌叫什么名？叫天江啊？豆芽菜。啊，那就不是你屋的。嗯嗯，没事，你都算是我屋的，上你直播间你都算我屋的就行。不，刚才有个姐给我发个那个小赞，说是。我这屋最高三十四级，他发个小赞，瞧不起人那一块，往后搜一搜，我告诉你啊，那个啥，那个那就是输了的话，不代表不行。一人一百个蹲蹲，一百个深蹲，你定准了？定好了，我也做。来，血条少，别说话。来，重新发吧。来，到底是打总票还是打啥？你来定。你随便。哎妈呀，你哈浪抓了。我打总票吧，打总票有点欺负他是不是？随便，总票八票三票四不票的你练吧。哎呀妈，能打多少分儿妹儿啊。哎呀妈呀，打过程的票少的玩不玩？血条少，别说话，从四分钟开始、啊、这样说，血条少的咱们过程就开始打深蹲的，玩不玩？就血条少，别说话，打深蹲，深什么深蹲，八蹲，最后结局一百个深蹲。行行，来，别说话，血条少，别说话，从四分钟开始，闭麦。别说话，从四分钟开始。你别说四分钟，你就现在你都没资格。从四分钟，现在四分半，你这搞啥嘛？你上票。闭了，四分钟开始开麦，别说话，别说啊。哥，别激动，哥，别上票，你给他让他往血条上走一走。不是你什么意思呀？你一毛钱不让人生啊，一颗豆芽你给我俩搞这套业务，你上来打三万分，我不玩了。你什么人？你打这么高，我不玩了，哪有你这么 PK 啊？别说话，心飞飞找你，他这有人找我姐，我这去那啥，咱关注一下，一会儿再玩行不行？我算你三万分，我给你记上。有人找戴姐之后说那个飞飞找我，你自己进来看姐，我不是滚滚。差你那散票，差你那，不好意思，大哥，一个嘉年华让你浪费了。这小子，干啥？我没骗你姐，我给你发录小视频，我给你看了姐，我能骗你吗姐？我这直播间全是节奏。
这是找我，我骗你干什么姐？你信？哎呀妈，姐三万分没有说是多高，咱多少分不是没打过？这是找你，找你，你看嘛，怎么写？骗你吗姐？走吧走吧，你走吧，不差这点蹲起，走吧走，再见。不是我是姐，你要感觉你三万分。PK 本来就不是这样玩的，哎呀，没事。没事，大哥浪费一个嘉年华，大哥，大哥兜里还有吗？没事，宝，咱别带节奏啊，无所谓的。他为了节目效果，我估计是为了这种节目效果，无所谓啊。嗯，别往心里去。那脸这是吧？他就败在这个嘴巴上面，他给我大哥刺激着了。这是要其他的大姐在，更得揍他。谁看不见？嗯，再找一个，给大家再找个玩玩。队长直接锁喉，嗯，长得倒还可以，长得好吗？长得我感觉不咋地，小歪好像相不中，嗯，还找秋裤吗？大强，我们吃什么醋啊？我吃，嗨，我俩是不是连过呀？我俩不知道啊。演员演说，我那没练过，我不知道。哦、你好，小姐，你好像那个呀，啊，像谁呀？你是不是那个唱歌的？我是个，我反正我唱过歌。你戴帽子唱歌吗？我不戴帽子。我记得你这个字也、嗯，我记得之前有个唱歌很好听的，他就戴着一个帽子。我没帽子，现在我现在是穷的啥样了？就是你，我之前就听你唱歌，一听几个小时呢，那歌唱的老好听了。我替他谢谢你，嗯嗯，替那个戴帽子那个狗东西谢谢你。我还跟你那号播我都看了呢，他唱歌可好听了。那个你是干啥的主播呀，小姐姐？我是唱跳 rap 的。好，那你输了，你给我们跳一段。我不能纯跳，我可以给你展示唱跳。我纯跳的话，他警告我，那个老裤子裤子警告我。行，只要是游走在番号边缘，我们都愿意看。行，我不能把自己送走哈。好，送走就不行。就是带走不走那种。那有点危险啊！你要是玩这种危险的话，我要不我给你拽两个擦边的算了。算了，那不行，那不行，那容易把我送走。带走不走就行，带走不走就行，好吧？要死不活。然后我输了，你看你怎么罚我呢？我要听这个歌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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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噔，行，好，可以来，嗯，啊，闭麦了，姐，为什么上来就叫我姐呢？他怎么就认定我是他姐呢？他不叫我姨呢？欢迎小海洋啊，我们给小海洋点点关注啊，咱不还不睡觉，小海洋。熬死了你啊，你头发掉没了。不是，他怎么上来就叫姐呢？他不叫牙姨呢怎么呀？就啊，这怎么不叫我大娘呢？谢宝宝们礼物啊，感谢不动情，谢谢醉红尘。今天我还特别纳闷，有几个大哥，今天有几个小号大哥，哇哇刷嘉年华都。那谁呀、啊？这是马子，对面是陆佐的女朋友。陆佐是谁呀、啊？这是尊重你，啊、哦。打游戏那个，哦。对面这个小姐让天宇打怕了。